人家八爷怎么办呢、啊？他想要留都留不住了。柳淑琴，你不要做傻事。高小姐不行，我可以当孩子的爸爸。跟我出国吧。为什么都不问我，就要跟他结婚？我们跟淑琴说好的一家人呢？高小姐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根本不配被爱。他为了你放弃梦想，哎。三。曾很固执，太好奇许多。